哎呦，现在在场边是怎么？这个要发了是不是？是有小龙出现了，所以现在在场边刚刚看到这个比赛现在是暂时中断的。哇，可是如果他进去的话，这样是怎么躲进去？要怎么把他找到？不知道是有什么动物吗？小龙。对，有小龙出没，但是如果没有抓到的话，这边有做一个球桶，但是我们没有镜头，没有看到是多小只哦。但是现在看比赛是恢复进行，那有多痛苦？很痛苦。但是身为一个，你要身为一个顶尖的那个职业运动选手，哇，这个镜头今天有蛇又有鸟。虽然礼拜五是宠物趴，今天是不是这些动物们就听闻棒球场有活动，现在都来了。马是在看台上面的这个区外野的这个，还是算是宠物趴忘了带走的宠物？应该不是吧。